我会一次一次回想那窗外的冬季，星际的列车穿行，为了落脚在北京，小小的十几平米，有你像同济地间的暖意过爱意，搭乘我星星陪在身边从不心急，我胸怀抱有你坚定不安的梦，看窗外的冬季，像被雪染白的发髻，四月的孤寂在你脸上。我会一次一次奔向你，在城市的间隙，请你不要为我担心，也不要让我再去担心。他在你的瀑布泼进当作空气，带给我的却是无底线的宠溺，但是真的当你体会我早已经对你是否还以为爱来得很容易，为我在这秋风吹打，原来现在的我才不堪与骂，我真的很抱歉我最爱的梦，我愿意用功成名就还你曾经梦，你是风平风景为我开的窗，淋不到雨一样那么远光，你是黑暗中所照亮我的壁灯，感谢你用全部温暖包裹我的一生。我会一次一次奔向你，窗外的冬季像雨带低压乐团和郎朗老师、周深老师，请上台准备表演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上！上！大家好，我们是热带低压。因为我们当时起队名的时候就我们都比较低迷，
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低压，但我们同时也是热带低压，只有热带低压过后才会有台风，我们现在就像是台风一样，我们回来。我特别喜欢他们，他们就像我的小弟弟似的，我们肯定会很有意思的感觉今天。好的，你们最重要的人也来到了现场。看到我爸还挺感动，不由自主那种就是情绪往外涌，我就感觉哎呀太会搞了。爸，嗯，看表演就行。嗯，看给他了。我最后说一句我很少很少对我爸妈说出口的话吧，就是爸妈我爱你。我就不这么说这么肉麻的话了，我不想当着这么多人哭。没事儿子，加油，老妈在北京看着你，加油。嗯，就挺想你的，真的。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说这句话啊。就因为我妈是一个人，就是等于是一个人去把我从小带到大的，但是我之前很叛逆，我干过一些很叛逆的事情，但是她一直没有放弃我，然后我就把我对她所有的那些不理解我可能会写在歌里，但是用另外一种方式。对，好，对。其实你也很乖的，知道吧？大家好像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很伤情的样子，但是这首歌绝对不是一个伤情的样子，它是一个温馨的、有力量的样子。然后，所以就是觉得唱给大家听吧，要比说再多都有用一点。对。所以就那我们那首歌怎么办呀？我们发布，那现在真的就唱不了，唱不了。哦，不，我觉得是这样子，就是现在如果我们在一起，你们的歌可以拿出来，一起讨论，一起讨论，对，我能想到在短时间最快速能做出一首歌的可能性就是他们俩。来，放歌，解谱，直接写。最后还要设计和声，超市再铺点鼓什么的。做个加速。对。找歌写词，曲子的话他也会跟我一起写，对，就干就完了，去干，干，去干。哦，这个好棒，深深来的很有用，整个的唱的水平一下完全是走了好几个阶梯的那种啊速度。我的那个部分的编曲我用的还是我平时的格莱美的这个制作人。How are you, David? Hey. Yeah. Doing really well. So,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song? Oh, I thought it was great. I enjoyed right away. You know, I just feel that. So. Yeah. 付子超和这个黄伟明这个作品还是真的好听，这歌写的是真的很好。旋律是我想。编曲是我做的，词是徐阳来写的。他就是尤其考学那段时间嘛，坐火列车去北京考学。啊，这个列车就是从对，落脚在北京。听，星际的列车。我想到这个亲情，我的脑海里的画面就是我艺考的时候，我妈妈，就我跟我妈挤在一个十平米的小房子里，过年就我两个人抱着哭，我跟我妈妈。小小的十几平米。有你，我妈妈就是真的是这么一点一滴陪我走，就是练鼓也好，陪我走过来。我妈妈说，在你离开的这段日子里，家里只剩我一个人，让我想起了之前我在的点点滴滴。愿你开开心心的每一天，爱你的妈妈。他里面表达那种徐阳的情感，我也能感觉得到。哎，他怎么困成这样了？他今天就没有，从昨天到前天，三天，就我们都觉得可以了，不用了，走就要，我就要，也挺可爱的。
他等于是一个支点嘛，我们三个要看到他这样子，你自己不做音乐你心里也会过意不去，对，我确实是这样子。我们这次还是打了有准备之仗，而且这种排练也够狠的了，就我在格莱美演出，我四次演出都没有这么排练过，一遍又一遍的弹，一遍又一遍的练，怎么都能练出来，我是相信没有问题的。就是中间的调跟那个原本的有点不同，我到那个地方停吧，我觉得我可以少弹点，你到中间是吧。王老师实在是太好了，他完全没有架，我没想到一个大师能这么的平易近人，就能跟王老师和卓任老师同台一次，真的太难了，就已经值得了，我觉得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加入让我们的音乐更加高级，蓬荜生辉。太帅了！我会一次一次奔向你，看窗外的冬季。为了落脚在北京，小小的十几平米，有你像同济地间的暖意过爱意，他沉默细细陪在身边，从不心急，我手怀抱有你坚定，不安的梦里有你温柔的脚，想你看窗外的冬季，像被雪染白的发髻，岁月的孤寂在你脸上，我会一次一次奔向你，在城市的间隙，请你不要为我担心，也不要让我再去担心。看着你的瀑布破镜当作空气，带给我的却是无底线的宠溺，但是真的当你醍醐我脏尽，对你是否还以为爱了的很容易，为我曾经受过追打，原来现在的我才不堪与骂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最爱的梦，我愿意用功成名就还你曾经梦，你是风平风景为我开的窗，离不到意义要那么远光，你是黑暗中是照亮我的壁灯，感谢你用全部温暖包括我的一生，我会一次一次奔向你，看窗外的冬季，想你歌单，我也加歌单。哎，
慢点，再侧跳跳。好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吧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没有问题。周深，刚刚看到申哥被抱起来了，这个节目特别奇怪，姓周的一上台就被抱起来了。对不起。我想说，就是这首歌，其实就在唱的时候有一直都在重复那句歌词，别让我再担心你嘛。后面我就越听，我就越发现它特别像一个跟喜欢跟父母较劲儿，或者是不懂事、比较稚嫩的自己告别的一首歌，也是想用这首歌告诉所有的父母们吧，就是我们也会慢慢长大，也是到时候我们去保护你们了，希望你们能够开心快乐，然后也别让我再担心你们。我们四位叔叔阿姨有听完过后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我想说的话就是感谢明日之子，感谢这个舞台，感谢各位观众对赵柯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刚才看表演，歌唱的挺好，乐器演奏的也挺好，舒文浩呢在三人组弹吉他，我记得兰兰老师说盯得太紧，今天的表演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好严肃啊！这两天文浩我们一直在说，我说别要看吉他了，看我，少看吉他。我也注意到了啊。听完这首歌的最大感受是孩子长大了。这首歌的还有两个词很关键，第一个呢是对家和母亲的思念，第二个是感恩。在这个表演中啊，通过舞台的形式展现了，很冲击我，尤其今天郎朗老师、周深老师确确实实给乐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，应该的，再次感谢。我没想到小黄同学现在越来越唱的比我想象中的更好了。小黄同学他从小呢喜欢唱歌，但是我从小呢想把他训练成一个羽毛球运动员的。结果他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一直喜欢唱歌，那你就唱吧，爸爸妈妈都支持你，加油，儿子。好，真的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一组也是重新组合的，只有三天的时间。对，我们是最后组合的。对，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三天就是拿到今天的状态，只能说你们真的很牛，在郎朗大师和周深的带领下，三天完成了这么一个作品，厉害。谢谢龙哥，谢谢龙哥，谢谢龙哥。就是我非常想感谢周深老师，我会去问周深老师就是要不要您去唱主旋律，然后我去跟您合声，然后周深老师非常信任我，说就是给我很大的鼓励让我去唱。没有，我觉得你唱得很好的。对，谢谢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有一个非常让我惊讶的点，就是周深老师的完全没有修过的干声，我听起来就是跟那种就是天上的仙音一样。这天上的仙音，年纪那么小的人用了那么古老的形容词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就是我其实非常期待，就是每一个被拆散的乐队，我觉得都会有新的化学反应。然后我觉得就是思超，我还挺了解的，他特有才华，然后文明唱的又特别好，然后赵柯也是有感情的，然后苏文浩他一直要做 fusion， 今天有被你们震撼到，然后真的非常好，我喜欢你们新的这个化学反应。还有那天在那个乐队重组的时候，思超有过来，就是偷偷问我说，就是他和赵柯有没有可能？我说为什么没有可能？当你去重新接触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，其实你在面对一个新的可能性啊。然后赵柯也是，我觉得那个 rap 部分，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再放松一点，就比如说我在这些同学里面，我从 Rainbow 从润泽身上感受到一种放松，然后我觉得你也可以再放松一点。然后我想说那个大师的钢琴真的是在里面提供了动力，周深那个歌声也把空间打开了，我觉得表演非常好。哇，谢谢谢谢谢谢朴树老师，谢谢谢谢。哇，以为会被骂。如果线上的朋友们也喜欢我们热带低压的表演的话，请记得在线上为他们加油，为我们加油。
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棒。磨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磨，我觉得很好，真的，我觉得没问题。谢谢。哎呀，贼棒兄弟，真的贼棒！棒、啊，调整状态。